有人说我们家泡椒腿短脖子粗脸还这么肥，一定是个松狮串。首先从面相上来说，大部分萨摩耶脸型确实是贝拉这样长长的宽宽的，但其实泡椒只是发腮了，他绝对是个萨摩耶，父母我都认识。冬瓜刚来的时候不也有人说他脑袋圆个子小，没有蓝眼三斑，我是哈士奇串黑柴嘛，我每天给他当猪养，就是盼着他快点长大证明一下自己。我就不相信现在还有人会说他是哈士奇串黑柴，而且泡椒腿短脖子粗的身材比例也没问题啊。也许萨摩耶本身就是结构紧凑，体型小，美系才是又高又壮威武霸气，泡椒最多就是吃了脸大的亏。我说的对吗，啪啪酱。